来读你的吧。今天爸爸带我去饭店吃饭，到了饭店我点了盐水鸭、北京烤鸭、周黑鸭、鸭血粉丝汤、八宝葫芦鸭、可乐鸭、土豆焖鸭、咖喱鸭、黄焖鸭、红烧鸭。鸭子他妹的和你有仇吗？啊，吃这么多鸭子，回去，你别笑，你给我过来。这种学生天天气死人了。别生气了，老师，你的裤子给你买的啊？给我买的。嗯，你不会暗恋我吧？你得了吧你！你之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这是我的回礼。百搭，配置夜光指针，抬手量屏，男生戴老帅了，你赶紧试试。是挺帅哈。我的眼光你还不相信吗？没给自己买什么吗？款式简单大方，不挑人，多划算呀！我不和你说了，我去上课了。我当爸爸了，我妈妈告诉我，我和谁谁谁出门，谁就会怀孕。前几个月我在吃东西的时候，我家的母狗跑过来舔我的嘴。就在昨天，它下了四个狗仔。我第一次当爸爸，我有点紧张，不知道该怎么当。天哪，谁来帮帮我呢？